锵锵三人行，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啊，咱们仨凑一块儿，那真是太好了，我觉得非常高兴。这是个什么样的夜晚呢？七夕，情人节吧，三个男人在一起，牛郎会织女的日子，至少说明咱们仨都没乱来嘛，对吗？对，说明中国已经尺度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三个男的在一起过七夕。对，听说这个世界基友联盟也向我们发来了贺电，是吧？哎，当然咱们应该向奥运会发这个贺电。哎，贺什么呢？我首先要问你们俩，我觉得我首先很佩服徐老师，徐老师今天早晨看奥运从3点看到6点，超级。体育迷啊，当然是3点，那个男子体操团体的决赛，那我是典型的为了爱国才看的。为了爱国呢，我就看那个跳水。我一面两个台转哈、啊，我还在犹豫，什么意思？我没听懂。就一个频道呢是男子高台的双人跳水另外一个呢是男子体操的团体决赛。那看那个你要看爱国呢，因为那个肯定拿金牌。所以很爽，那个两个中国人肯定金牌、而另外那边呢，中国队在死追第六名，前面第一是俄罗斯，第二日本，后来日本又排到第一。你看一路看得很憋气，但是呢，比赛呢，说实在话，要说一句话，就是说还是那个体操好看，因为它竞争激烈。对，那个跳水比赛人家怎么评论的？他们说就是竞争很激烈，很多国家争夺第二名。那么当然了，我们从爱国的角度来讲，那个，所以我看奥运的时候啊，就回到我以前那个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一个口号，就是一个叫为人生的艺术，一个为艺术的艺术。所以我现在整天纠结的是，你是爱国的体育还是体育的体育？这个常常矛盾。文道看了哪个？我没怎么看这一届，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心里有点毛病。就我以前也总爱看嘛，但这一届不晓得为什么，从一开头我就没多大兴趣，就连人家说开幕那天，我说哦是吗？今天开幕了吗？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印象，觉得是搞不成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头到尾没怎么投入过。要不说你看，咱们俩现在是哥俩了，走路越来越近了。是吧？我就刚才我说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在尝试寻找原因。为什么关于巴西的奥运会，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看？但是北京奥运会，这是跟。是因为中国家门口吗？我觉得跟空间有关系吗？北京奥运会认真的看，英国奥运会是因为咱们都在伦敦，咱们就得必须要看，这也是一个工作。这巴西是不是天高皇帝远呢？我怎么一点兴趣都没有啊？还是我自己也觉得奇怪，咱们俩有毛病。对，我觉得是有点毛病。不，之前呢很多负面新闻宣传也是不多。说实在话，很多人真是到了那个开幕前一天或者当天才知道哦，有奥运了。但是真的一开始以后上正轨了以后，你那个游泳场啊，那个什么比赛场还是一样的嘛。新闻还是很多。对我这种人，这个借此就可以逃避工作压力，所以我还是看。对，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他现在拿块金牌啊，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就比北京奥运会上他拿块金牌，我那个激动程度啊，差太远了。我现在好像都不在乎中国拿几块金牌，就这种感情。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中国的这个金牌这个事儿，自从那年我们得了就是第一。就金牌总数第一之后，北京奥运那一年，我就觉得好像得过了是吧？对，就我，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吗？就好像你想想看，中国过去我们在乎几件事啊？中国的这个关心体育的网民们，这些爱好者，第一就关心首金什么时候拿到，第一天拿不拿到首金，那这个东西呢是大家很关心的。那除了中国之外，就俄罗斯人也很关心这个，就我们两国在这方面都很像。第二就是总金牌数目追不追得过美国，是吧？然后这些东西呢，现在过去这两届以来，你觉得好像好了吧？也都过了，到了就够了。真的，我从这个里边我得出来啊，咱们这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之路，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什么意思？我就从这个金牌的意识的这个变化啊，我就觉得啊，哎，不要嘲笑我们这个今天的土鳖中国人，对吧？就是说。我们必将有一天从土鳖走向洋鳖，但是在从土鳖走向洋鳖的过程中，它是有个发展过程，它是有个过。你要理解，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要笑话有些中国的农民兄弟。就你看，哎，什么事儿都是从有见识最后到不是，什么事儿都是从没见识到有见识的。就是哎，这么大一国家头一回办奥运会。或者说一开始这个金牌啊，这稀罕呐、啊，觉得有面子啊。但是你发现没有，就跟人一样，咱有过钱，
对吧？就跟释迦牟尼一样，他当过王子了，就没什么了。所以乡下人有过女人了，对对啊，就是据我有限的这个观察，我觉得现在色情业都在走下坡路。这都玩腻了，就是、打炮不是太难的事儿，大家都约炮了，不懂你也不懂行情、啊，人家巴西兴盛的要命，我知道那是几万个几万个性工作者，这我知道，但那个是巴西嘛，跟我们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我觉得要抢金牌总数，要很在乎金牌这个阶段，都有点到了这一届，我明显觉得有点过了。开始，我发现网民气氛好像也有点变化。那个兴奋，那个、你看，你注意到没有？哎，就跟这个世界从现代化向后现代发展一样，一个无比崇高的啊，这个热血奔涌的行为，现在它开始渐渐走向娱乐化，甚至戏谑化，就是哎，当个玩笑。哎，挺葛的，你没有人那么样的，你比如说最近又有人这个苦大仇深的就翻出来说，当年李宁啊，在这个汉城奥运会上落马呀，对吧？回来之后甚至接到死亡威胁啊，那就是，但今天你今天回想起来多可笑。对，所以我就说，在我们从土鳖走向洋鳖的路上，包括中国人的很多事儿，你别笑话他，他过去穷的时间太长了，他没见识过。其实你看，一旦见识过了。再接下来下回中国要办一奥运会办世界杯，我跟你说他肯定不那么大撒金钱了，他就是哎，明白了，这面子也都搞到头了，也都搞到头了。对，然后呢你再看呢，就是再加上呢这一次奥运啊，我觉得很多人的这个看法也开始就像你讲的，关注娱乐，关注个人，关注起一些运动上的细节的事。哎，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国足问题在这里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整个观念可以变了，因为你08年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那时候那种紧张劲，那种事儿我们都经过，就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就有点像 GDP， 现在不是新常态吗？中国 GDP 再也用不着年年两位数了，没错，就我们已经。够了，不是那么个玩法了。降下去嘛，每年2.0字也没有什么，行吗？没问题，行吗？被你们这一说，我突然发现你们都是漂洋过海的洋，对，洋鳖。我还是土的。哦，你还我这一天的焦虑啊，这个第一天啊，没有拿金牌啊，我就在那里着急啊，真的。还每一个可能拿的项目我都看啊，打手枪。要不手枪，手枪打飞机吗？杜丽手枪是后来张梦学打出来的。开始他们杜丽还有那个孙杨第一个金牌没拿到，我都挺着急的啊。这个是一路憋了一天，后来等到梦学这个一出来，哇，这个大家就宣泄了，中国梦实现了。可是你看，你不觉得杜丽那个态度挺好吗？对，我觉得杜丽，别说理这个我当时就检讨，理性的说，我觉得他很对，他很对、啊。而且我在微博上发哈，我就说，哎呀，今年中国怎么开始这么不没有马上没那么顺是吧？很多网友都安慰我，而且说，哎，徐老师，你不用担心了啊，现在不那么重要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客观上你要看哈，你看中国的门户网站，那除了第一条是领袖发指示以外，第二条还真的要么就是刘洋那个孙杨失金，要么就是孙杨夺金，要么就是举重，就是他还是能够站到第一位的位置。所以这个我们土的人还是多啊。不是，我们土的人他站在第一位的位置也实在是因为中国没什么别的新闻能报道你知道吗？对，没错、哎、现在我们不搞媒体的苦于的是没话题啊，没内容啊。我有钓鱼岛萨德内容啊。萨德咱改天再聊，但是咱现在可以说说这个看看图吧，找出一些热点来。你看国旗，这个环球时报就是应该，哎，所以说什么人干什么事儿是吧？环球时报就应有这样的反应，我认为就是哎，反应的很好。国旗给我们搞错了啊！这个巴西，我们大家学习一下关于国旗的知识。咱这4个角小星啊，这个一角都得指向大星的这个中心。知道这小星代表什么吗？代表好像几个阶级是不是？对呀、啊，对。我这次才搞清楚，我原来一直误会了。我知道大的是代表共产党，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工农兵小资产阶级，我最近才搞清楚不是，你知道是什么？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跟民族资产阶级。哦，哎，原来资本家也是一颗星，工人、农民、农民、
小资产阶级，那要是咱们民族资本家嘛，就当年建国后人。那咱仨只能划分到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第三颗星，再看看照片。哎，三是我的幸运数字，哎，你看。哎，这个姑娘火了哈，这姑娘就是说什么和傅园慧啊，哎呦，这姑娘表情真夸张。哎，有个90后的我们的实习生跟我说你看现在我们90后就这样的，你看什么的，说你看她最后发的这个微博，像我这种清新脱俗的美少女一看就跟外面的妖艳贱货不一样，拿本王的屠龙刀来，哎，你看她把这个大长腿给劈的啊，泳池已经变成了波浪的线条，你猜了没有？就这何元慧，我觉得就是傅园慧，傅园慧啊，傅园慧，这个很鬼马的一个姑娘，你看这种性格哈，非常可爱，做鬼脸儿，哎，所以你看，我就说，你看大家现在注意这些点，嗯，他在第一天的那个采访呢，就昨天看的那个真是很好笑，就是人家说他跑了多少秒嘛，啊，他说有这么快吗？然后说他把洪荒的力气都使出来，最精彩的是一句。他说那今天通过那个半决赛了，明天决赛要更努力了，他说我力气已经用完了，明天随便吧。对对对对，最好就以前不想象不到中国运动员会这样子说话，嗯，就会说明天是决赛了，那就明天我要加倍努力，我要怎么样，不负国家，他我力气已经用完了。但是他到第二天采访的时候他又说他拿了铜牌，他说我不知道我拿了铜牌吗，这段我没看，他真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是这样子，很多人还以为他是装，他说拿了铜牌了，他就说啊我拿第三吗，那是因为呢他那个奖牌榜啊，那个排名榜上面他们是两个并列第三啊，然后两个并列第三，他的因为中国排在加拿大后面，为什么？因为 China Canada 就是 C 之后，他是 A 嘛，所以加拿大排先嘛，我们中国排后，所以他看到他名字在第四，他可能以为自己是第四，但是他是近视眼，他近视的很严重，所以他一瞧哟第四，他是这样，近视眼好像在游泳池里视力会变好，是吧？听说是，听说这一折射，我们小时候学游泳好像也都这么讲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个社会是吧，娱乐是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你得弄出点段子来，你包括白岩松是吧，哎，你就别的说什么正经的都没人关心啊，你总得在咱说寓教于乐也好，或者说你拿了金牌，我有时候实际当这种风潮一起啊，我反倒又产生对某些人士的一些同情。怎么就是说那些个性格沉闷的，嗯，不善言辞的，就是从小啊做人规规矩矩的，这个哎一点儿那种，因为性格中这也是一种性格，对，这种人就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的这种人，嗯，他哪怕有很大的成绩，嗯，但是呢他在社交媒体他将不会有那样的人气和注意，实际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公道？也不坏，也不会吧，我觉得倒不是说今天所有人都一定要在社交媒体上很火，嗯，才会有成绩，我觉得真不一定。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是要自然天成，像那个傅园慧，他不是有意的，他就是长了这么一个性格，他就这个，就然后就挑战了中国这个历来沉闷的这么一个氛围。孙杨也是真性情啊，我觉得很多人说他老哭啊，我看到很多媒体批评他哭，我说这有什么好批评？哭有什么问题？孙杨这么大的压力，孙杨很多正经的时候他哭了，很多人批评他哭，包括我们凤凰，我看节目就有人在说统计他哭了多少次啊，用调侃的那个态度在说，我看到我就觉得不应该。他们有什么理由批评他哭呢？他们觉得你一个男的不应该哭那么多次啊！我呸！谢谢，对不对啊？哎，就是我们凤凰自己的节目，我不怕这么说。我看的时候我就在，因为我特别同情。这个孙杨，他这个人，他是不会做人，他不像宁泽涛，他不像宁泽涛这样受欢迎，他进军礼了，晒肌肉了，他也不像这个傅园慧这样，
那浑然天成的招人，他孙杨很多人不喜欢他，对，可是孙杨真是天才，对，没一个人比得上他现在中国的代表团里。是孙杨是上海人吗？我不知道，不是，但他是目前中国队里边成就最高的人。是，但是徐老师，你我跟你讲，这个社会真的现在是多元化了，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赢得所有人的喜欢。比方说，你说宁泽涛多么会，多么会。但是恰恰我在一些我的朋友圈里就看到一些这个90后的一些小妹子就说，哎呀，这个粉人呐，真是看看照片看看肌肉就行了，我不能看宁泽涛这采访，一看他这采访，他在我的心里的分层就下来了。他们不是就因为这种小姑娘，她可能觉得不太喜欢太又红又特正又敬军礼啊又什么的，他可能不是说号召他要巡回游泳赛吗？是是是，所以我就说，你看今天，哎，对一个人，他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族群，你就可以看出不同朋友圈的三观，你就看得出来了。有的人还是在为祖国而激动，在为国旗而流泪；有的人觉得你越弄出这么一个架势，我越瞧不上你。哎，体育就是个游戏，就玩玩而已嘛。你看，就是多元化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就算不是玩玩，就算比如说我自己把体育比赛当得很认真来看，但是我觉得。在这种比赛里面除了国家荣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东西也都很精彩。对，你看到一些人他怎么样去改变他自己，他挑战他自己。你比如说像你看体操啊，你看德国那个小子，你们看德国那小子不是伤了吗？哭了。我就觉得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他受的伤然后还要在场上，我觉得那其实都很好看，都很好看。就所以说一个人到了极限的时候，对，哭的也不光是咱们这个孙杨，你可以看看他老外杨别也哭啊，杨别也哭啊。你看，不是，这杨别现在都爱弄中国的一种法术，就是拔火罐，你看你看这都能看得出来，说明中国国力我无远弗届了哈。来来来看，你看外国运动员都扬我国威的时候，对，扬我国威，这扬我国威要展示一下，看这家伙是玩 SM 嘛？哎，这个你看，这不行，杨别也哭吗？输了，德小德是吧？小德也很罕见的输了。再看下边，输的有点莫名其妙，我觉得。阿根廷的一个运动。对啊，所以我是建议，我觉得这个拜金啊，传媒啊，有一个习惯不好，就是说他们哈、啊。把一个运动员参加一个项目哈，有可能拿金牌，他就做过一个很显著的标题，说几点几分谁谁谁冲金，然后他没有，其实呢冲金很多人冲金啊，对不对？但是等到他没拿到金牌呢，就说他失金，他就不说夺银的，对，人家是拿银牌，他就说人家失金，那意思说金牌本来就是只有金牌是奖牌。所以其实失金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用在十拿九稳的情况下才能这样用。你这个传媒这样报道，你对于我们那个小百姓焦虑感就是这样被产生的嘛？因为本来这个项目，你本来平常心去比，你比方说一个像这次孙杨的200米，其实是不是说单单是一个拿金，很多人竞争，不是稳赢的，他200米不是稳赢的，对，他前几次都没赢到嘛，这次赢到了。要是他没赢到又说他失金，我觉得这个拜金主义传媒啊在这个文字上用啊真的是要不要这种。而且虽然比如说人家以前不是老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好像体育比赛永远大家都只能崇拜金牌，不一定的。你比如说像看足球啊，一般都说世界杯里面只有冠军重要，就我们大部分都会忘记谁拿亚军的，对，就一点没人关心的。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你再想想看，不一定。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世界各国的足球里面有一个国家从来没拿过世界杯冠军，对不对？就荷兰嘛。但是每个人想起他你都会对他有一番向往，就尤其他黄金年代的那些足球员。那这说明什么？体育有时候他运动这个东西他有时候比奖牌多了太多东西，他远远不只是金牌不金牌。就有的时候你如果打出了一种风格，就一个运动员他有一种他的状态，那种状态我们在看是看得到的，他不一定是个金牌银牌的问题，你就算银牌又怎么样，因为银牌也没什么。我觉得今天拿银牌多厉害，这个你有没有想过，就说这个荷兰这个国家很厉害啊，是啊，这么一个围海造田都没土地的造出来这么一个国家，世界的这种五湖四海的商人，这么一个小国家呀，你看足球这么牛啊，包括艺术上这个伦勃朗啊，这个什么的日德兰啊，什么这个画家，
好家伙，他怎么这么小？我现在经常发现有些体量不特别奇怪。比如说我曾经跟大家谈过，我说比如说照中国电影史上灿若群星的程度，香港的体量与内地的体量相比也是一种很怪异。你那么大的大陆，十几亿人口，可是你产生的这种一等一的导演和演员影星，你跟一个香港的弹丸之地竟然几乎曾经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对吗？你还说荷兰现在危呢？荷兰它现在是衰落了，曾经一度它世界中心了。啊，对，还是世界中心。曾经一度，整个世界游戏规则，你现在什么股票啊、交易所是交易所啊，现代的资本市场啊，一度全是他的。Netherlands 就是啊，这个尼德兰嘛，多厉害！而且我甚至就发现呢，就是我是说的题外话啊，就是人跟人之间呢，关系规定清楚了，也许会产生真正的善良和仁慈。你们为什么讲这句话呀？我以前去荷兰参观过他一个什么宫殿，就讲哎，他们原来就那种四个市长，这整天你看他好像最受尊崇的就是会计，你知道吗？就是这整天算账。这然后呢，你看我看到他怎么样去审一个犯人，然后我又看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一个办公室是干什么的？就被处死的犯人，他们的孩子，这个有一个专门的慈善机构照顾，被处死的犯人的这个留下来的遗孤和孩子。所以你看我这么一个参观顺序，我就发现他们先是人跟人之间，咱就是合约，没什么至高无上的，咱俩公平起见。你看他那女守护神就是手里一杆秤，公平就是法律，是吧？咱就清清楚楚，一切都清楚完了之后，哎，我也救苦救难，我也扶助遗孤，你看这就有点意思。咱们就去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还有什么点？可是你看，你说这个国家的大小啊，到底跟你国家的影响力或者你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业绩，对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分别不大。重点是在哪？重点是在于从事某些事业或者创造性力量的人口密度，这个才重要。荷兰地方小，人口远远不如就历史上其他的大国。但是他当时能够创造出那么爆炸的一个影响力，其实是你看当时欧洲环境，它的制度很好，它那个制度，它的各种的制度开启了很多机会，使得很多很有创造力的人、有创意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激发他们。其实你说回体育啊，就讲回运动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看中国体操，我们都觉得中国体操好像无论如何都是个强国。那男子团体这回输给日本，但是呢，实际上我们是有隐忧的，就是今天中国的体操运动员，也就跟球员一样有注册运动员嘛，我们注册员运动员数目其实很低。你知道美国是多少吗？美国是体操大国，也是美国有500万人。就什么叫那个概念是吧？它不是举国体制到处选拔，比如说你加州，你宾夕凡尼亚选拔一些人好，然后去为冲金吧，不是这样。他学校里面人家喜欢学体操的孩子报名登记，他这么样子去登记学体操的人有500万人。哎呦天哪！那他是当时课余活动来做。美国奥运会的前一阶段最多人看的就是体操跟游泳，尤其是女子体操。为什么？因为美国的一般家庭里的小孩，尤其是女孩子，都学嘛，父母就送过去。对，而且他们一个小孩要学体操，要学出一点名堂啊，家人付出的代价极大。常常为此啊，你这个妈妈哈、啊，可能就没法工作或者一半工作，就为了让小孩去学体操。我直觉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他那个才叫举国体制。我们是政府体制。我们的体育啊，它不是举国体制。我们无论是游泳还是体操还是田径，这个铺啊，就是这个基础啊，并不大。我们只是这个训练非常的专门，非常的专业，有政府的。他呢，这个下面的人很多，
真的很多人，我有亲戚认识也是这样，就让小孩花了无数的精力，好多年，父母都投资很多，学到后来最后没啥用，因为你真的能上去选拔上去很少，你先天条件到了一定的时候，你以为他行，他到发育的时候可能就不行，有一些时间他的技术上不去，但是他们也不后悔。所以每到今年，他美国的女子体操当然特别强啊，但是每年他们都是特别的人看。就是看这个东西，因为玩的人多嘛。就他那个，所以美国人他们，我那时候在美国就发现，他们看体操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看体操是怎么样？是其实我们绝大部分国民都没学过，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就是要看金牌拿不拿得到。我们基本上像看杂技一样。对，但是他们是怎么看呢？他们是普通老百姓。可能我家闺女就玩这个，对，要睡全家大小一块看。他就跟家里面的女儿说：“你看，你跟着谁这个啊？”但是你知道，中国也有体操基础，主要在老头身上啊。这个外国人拍纪录片拍过，全世界惊叹呢。中国那些老头在公园里耍双杠，蹭蹭蹭，下一届的。